있으며 打野黑豹现在还可以吗？打野黑豹跟屎一样啊，千万不要啊！选了等投降。感谢。赚一个瞬移，又是这熟悉的画面吗？射手的对线比的不是退兵哦，除非你今天是要去打支援，不然你不要去比退兵。 他没二技了，就要不要闹了。鹰眼招没有二技，就是一个很烂的射手。他是完全靠二技吃饭的，我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棒棒棒！棒棒棒！OK， 他居然还有这个，那我没办法，收一点税。毕竟我这么辛苦。鹰眼这边最有可能做的是蹲点，我们要探一下草丛。OK， 他在这里。 他想学我、啊，哦，他成功了，<笑>有没有？我们完全猜到对手的心态啊！啊，你消失那么久，肯定是蹲点啊！难道反野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大家多观察小地图资讯啊，从小地图可以观察出对手的动向。这边就不要管他们了，我们拆塔很快的。 他们早都不回来，我就高速拆塔。学会了吗？这边直接麻痹他，二技一技点烂他。OK， 咚咚。OK， 被他跑掉了，他有位移啊，那没办法。 Protect ally turret. Yeah. Take this. 有位移技的人，不好预判。中塔拔掉，前期的优势基本上就定了，因为中塔比什么都重要。中塔的战略价值太高了。Oh. 现在鹰眼很猖狂，所以战争机器的出场率就变高了。因为这只就是完全 counter 鹰眼的。好，那这边角出瞬移，角出瞬移就给他点命。大姐帮忙，居然是我吃掉的。你干嘛啊？啊，这样他要死了。 压低血量。哦，有人转移出来想要送吗？动。好了啦，顶多只能做到这里了。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你能做的真的很有限。很多人会问说，为什么现在不出永夜主宰了？ 因为以前永夜主宰二技可以触发，现在不行了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点？那为什么会出弑神剑呢？因为它有加跑速。再来就是我们这种技能型的射手，其实暴击的效益本身就很低哦，而且本来二技是可以触发暴击的，现在不行了。 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都不能触发了，你去做暴击的效益本来就是还蛮靠运气的。让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哎呦，被沉默不能射击。
所以弑神剑这东西其实对战争机器来说是还蛮强的，因为内建跑速嘛。那你开大的时候，我其实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开大的时候跑速是不是固定，但感觉就是会快一点。那不管怎么样啦，弑神剑这东西就还真的蛮好用的。我们这种站在这么后面的一个射手，有个加跑速的机制，就还蛮强。而且他那个斩杀的功能也蛮不错的。啊，位移技实在是太强，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啊，你有没有发现战争机的自保能力就还蛮强的？你只要有扣好那个三技啊，然后经常就是放在这种可以穿墙的位置，那对手就很难去追你。再加上你又自己带一个麻痹的话，一般刺客要直接跟你硬打也不太可能，除非他经济赢你太多，不然大部分的刺客你还是可以应付的，就是看你们的经济差多少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不出永夜主宰的原因。以前永夜主宰你二技丢出去就触发了，所以我们会比较喜欢去出那个东西。你看这个弑神剑打出去1000多张了，你们看到？有看到吗？就弑神剑这东西，其实就乍看之下数字好像很少，但其实效果就还蛮好的。那个斩杀效果触发的时候有过痛，那现在鹰眼就很多啊，战争机器就变得很好选啊。如果你太早想要去抢鹰眼的话，免不了就是要被战争机器炸到死啊。像对面这种斗篷加鹰眼这种组合，或者是你看奇异博士，这都是欠炸，你知道吗？他又回来了。可惜啊，他的回溯还是有救到他。很多人都说奇异博士 counter 战争机器，其实某方面来说也许是吧，因为你大绝你不能在他的传送门那个范围内去开大，很容易被他传走。但其实也没有到 counter， 就是你只要多注意你自己开大的位置，其实你也不用怕奇异博士。哦，看我的伤害，但这边很可惜哦，对手都退太快了。好，逼出一个瞬移，其实还可以。但注意一下传送门的位置，你就不会被传走了。这边就是转下路啊，用二技拆塔就可以了。拿一下这个 buff， 这个制裁不用交吧？那我们刚刚可以拿舒尔特，这次才可以省下。其实这个大绝丢的有点早，事实上是不需要丢那么早，因为我看到一堆人就想要炸。开大的正确时机应该是兵线进塔的时候，这样可以让对手防守不了。你的头可能有点痛，直接二技拆塔，高速拆。我们的手也是很长的，所以不要太担心奇异博士。OK， 回家。OK， 这边打野进去了，这边随便炸。啊，只要队友有开战的话，战争机器是很好输出的。好，差不多游戏结束了。这个你也不用怕被他控场了，就让他过来，给他一个麻痹就好了。很简单处理的，就给他一个麻痹就好了。
游戏结束。蛮好驾驭的一个射手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简单又好玩，而且非常克制只会走路的后排。你看到斗篷啊，看到奇异博士啊，看到鹰眼啊，万雄可能还不太好打，因为他会加速、哦、而且他升级后可以免疫缓速，所以其实炸万雄的效益没有到很好，但是炸鹰眼是绝对没问题啊。冬兵也是啊，如果对面改用冬兵打射手，也是直接战争机器就把他炸到死了，完全没有任何游戏体验。所以这角色就是看时机出场了。